机甲加油啊！勇敢点，打败加坦基！机甲奥特曼复合型和加坦基厄。哎，什么？大哥，你这个机甲奥特曼复合型也太弱了吧！机甲奥特曼复合型打不过加坦基厄，这怎么办？哎呀呀，大哥你别哭呀，别着急，我先去找大姐想想办法啊。大姐，大姐，怎么了？你知道怎样才能打败大怪兽加坦基厄吗？加坦基厄，他可是很厉害的呀。没错，那可是连极佳奥特曼复合型都打不过呢。哎呀，复合型太弱了，怎么可能打得过他呀？哎，我这个荣耀版里面说不定就有更厉害的卡片呢。行行，赶紧给我拆拆看。行，我这就给你看。怪兽德玛卡古，路上古维拉。盖内加古，欧布奥特曼重光形态，这个肯定打不过呀。好，这个是 SSR 卡，盖亚奥特曼和阿古罗奥特曼。哎呀，全都是些大怪兽。哎呀，怪兽不行。好，还有 GR 卡，破壁大蛇，这个也不行啊。不行不行，再来。你找奥特曼。行，三 D 卡的查克奥特曼，哎呀，他也打不过。摩格大蛇、罗巴、赛刚，横版卡特利加，特利加也打不过。艾迪奥特曼肯定打不过呀。巨大亚布鲁。哎呀 ，GR 卡欧布奥特曼疾风形态，哎，不行不行，这个肯定也打不过，再找个厉害点的，找个厉害点的。行，泽塔奥特曼，哎，这个是 UR 卡，哎，不行不行，赛罗奥特曼无限形态，横版卡，机械佐菲怎么可能打得过呢？西多拉姆，哎，这个是雷杰多奥特曼，哎，不行。好，戴亚波里克，哎，这是怪兽，哎，找到了，迪迦奥特曼强力型，迪迦奥特曼强力型，他这么强呢，肯定能打得过加坦基厄。哦。哎，大哥大哥，别哭了别哭了，我找到了迪迦奥特曼强力型。还是打不过啊，还是打不过，你别哭你别哭，我去找一下阿妹，别着急啊。哎，阿妹阿妹，你知道怎么样才能打败大怪兽加坦基厄吗？加坦基厄？没错，那可是连迪迦奥特曼复合型和强力型都没有打过的大怪兽呢。啊，这么厉害。好像有一个荣耀版，我给你找找吧。好，行行，赶紧给我找找。我给你找找，你别着急啊。好，哎，快快快，HR 盖亚奥特曼，哎，不是盖亚，盖尔贝洛斯，哎呀，都是大怪兽。卡伊莱诺，你别着急嘛。哦，戴拿奥特曼，不要戴拿，西卡利奥特曼，吉厄贝利亚，好，黑煞卡，黑暗加鲁贝洛斯，哎，这也不是呀，哎，都是些怪兽，我要找的是奥特曼。好，别着急嘛，别着急嘛。HR 卡戴拿奥特曼，哎呀，不要戴拿，不要戴拿，奇卡斯，摩格巴萨，西卡利奥特曼，又是西卡利，乌罗加，维克特利杀手。哎，这个看起来也不是很厉害呀。再找找，再找找 ，U 二卡盖米加古，好，再来一波，再来一波。哎呀，你别着急，别着急嘛，肯定能找到的。这是啥？阿尔卡绝岭泰莱斯豆，哎，什么东西？阿尔卡戴拿奥特曼又是戴拿，盖亚奥特曼，好，还是阿尔卡欧布奥特曼，我这估计也打不过吧？哎呀，这个看起来就不强壮。雷欧和阿斯特拉，好，哎，这个也不是，不行，又是横版卡盖亚奥特曼，不行。H 二卡阿古茹奥特曼，哎，还有 G 二卡迪迦奥特曼空都行，我打不过加坦基厄，难道我还不能跑吗？打不过就跑，好像说的有点道理。现在就去找大哥。哎，大哥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你别着急嘛，我找到一个特别厉害的迪迦奥特曼空都行，打不过还能跑呢。跑都跑不过。哎，你别着急嘛，我再去想想办法。我的收藏卡呢？我的卡片怎么都变成这样，到处都是，到底是谁干的呀？赶紧看一看。哎，这是我的黑钻卡戴拿奥特曼。哎呀，这是我的盖亚奥特曼，这么好的卡片都被人丢到地上了。哎，这个是欧布奥特曼，这么帅的卡片。哎，好，这个是特利加奥特曼，到底是谁给我丢在了地上啊？哎，这个闪闪发光的是什么？哇，一直在发光耶。哎，是闪耀迪迦奥特曼。哇，这个肯定能打败加坦基厄，赶紧拿过去。哎，大哥大哥，哎，别哭了别哭了，我找到了一个最厉害的闪耀迪迦奥特曼。哎呀，这下终于把大怪兽加坦基厄消灭了。